妈妈，我的质量也不好，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？坚持一下，好，妈妈，好了，睡吧。妈妈在呢，不怕。嗯，闭上眼睛，宝贝，宝贝，有点烫，先别喝，晾晾啊。妈妈，今天咱们怎么不喝豆浆啊？哎呀，豆浆机坏了，等会儿你去王婆婆那儿，让她给你打杯豆浆喝啊。老是坏，质量不好，早该换了。妈妈，我的质量也不好。我是不是也该拿去换呀？谁说你质量不好了？你是上天给妈妈最好的礼物。好烫。妈妈，啊，跑了吗？你吹吹吧。好了好了，妈妈不烫了啊，来，快吃吧。Thank you.